知道当初石静为什么没答应你吗？为什么？他说你没责任心，不适合当丈夫。他说的对吗？反驳死者的话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呗。你是医院哪科的？妇科。你要有事尽管找我。妇科？我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你要和女朋友遇上点麻烦呢。我有什么麻烦？我能有什么麻烦？没有啊，都那么大岁数了。我那么大岁数了？